乡吼真济吼，在龙水路啦吼，因为长久以来，轮八乡遮吼，无论是草湖、大友啦吼，啊是即个丰南、兴化厝吼，啊甲罗厝啦吼，阮今日大概为啊咱即几个所在吼，在旧的中卫区啦吼，为民国59年到77年吼，在旧的在啊整个吼，咱中卫区内面龙水路吼，已经拢年久失修啦吼，啊整个的即啊来水沟吼，嘛拢已经崩。啊，堤防都崩裂了哈，那甚至哈，咱的龙路哈，嘛已经哈拢年久失修哈，整个路面哈可以说是啊，非常的崎岖不堪了哈。那所以嘛，造成咱真侪农民时代的这个危险。所以今仔日啦，最主要咱伫啊，今仔日啊，咱的轮背乡哈，看这个五个重划区哦，咱大概编列哈3252万了哈。啊，要来啊，经过哈，在所有哈的施设啊，大概有4000几米的这个啊，咱龙水路哈，啊，要安怎做哈，才会当把咱每一分钱拢花在刀口上，啊，做好咱的乡亲会当满意哈，啊，以后减少水患哈，啊嘛减少咱农田哦，农作物的这个损失。